韓國男團 NewEs 成員 JR 將會在香港和 fans 共度聖誕，順便舉行首個個人簽唱會。JR 呢日下午抵港，提前為活動做準備，戴住黑色嘅帽，搭配黑色大褸嘅 JR， 笑容滿面咁樣步出接機大堂，企定定同大家揮手影相，仲向 fans 們大派心心添。大概過咗半分鐘之後，佢就喺多名保安嘅保護之下步向停車場。一直跟喺旁邊影相嘅 fans 亦都相當守秩序，並冇大叫或者推撞。雖然在人牆的阻隔之下沒辦法靠得太近，但是 JR 都仍然保持笑容，相信 fans 都拍到不少靚相了。